姐姐你很厉害哦，你的纸飞机快被你用下来了。可以，加油！计数，计数。可以的。真的不行吗？真的不行啊！我帮你一把好了。哦、来吧。本来可以等这带风的。是啊、哦。我就可以一直当比赛的。来，这么矮你可以了吧？这么矮的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行啊。好。我觉得你纸飞机快被捅坏了。完了，完了。它扁掉了。好了，我帮你用，我帮你用，我帮你用。我的纸飞机扁掉了。没有。来，姐姐，我们快把它救下来。救下来之后，再修一下，你就可以飞了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！姐姐，你的纸飞机快好了，剩一点点就可以下来了。阿爸，快把……阿爸，你插进那个洞就好。对。啊？哦，怎么那么难用？纸飞机好飘，是吗？对啊。哦，终于好了，应该没坏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变这样子了，拿去吧。